大家好，我是旭哥乌坎，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是魔兽兵团。好，那旭哥今天来分享这游戏啊，官方认证 T0 最强的手抽，最强的神角的阵容。这个手抽要抽什么角色？有九支最强的。再来呢，这游戏呢，这个所有版本啊最强的角色啊排行。那还有这游戏最多礼包码，还有隐藏版序号的兑换方式。这个礼包码它都是16码的。就是所有的详细的福利，那最爽的玩法、最爽的攻略都在这一集分享给大家。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。好，旭哥来分享这游戏最新、最全、最多组的礼包码，还有隐藏版的序号的兑换方式，还有拿法。那我们首先先进到 Battle.net 账号的网页，这个 account.battle.net.account.battle.net， 它是在这个游戏就有内建的。那这边在这个账号中览这边点进来之后呢，它在画面的中间这边就有兑换序号。那总共有一个16码的序号，所以必须要打16码。16码的序号输入完之后，兑换序号就可以这个输入礼包码了。这个16码序号在这边点进来，它的序号像是可以兑换游戏啊、游戏时间、游戏内的物品，还有 Battle.net 点数预付卡，都是在这边输入，这样就这个礼包码序号。所以这边有16码，大家可以在这边输入，就是在 Battle.net 的网页就可以兑换了。好，那来讲一下隐藏版需要拿法，我们可以到官方的 FB Warcraft Rumble， 这个是英文版的，官方 FB 就会有一些隐藏版的福利，他们这边有活动的一些介绍，大家可以来这边找一些最新的活动，他就会发放一些游戏的福利给大家。这边像是有获得奖励啊这些的，他这边就会特别讲。所以你可以在那边找到一些隐藏版的福利啊、序号啊、活动的一些情报都在这边，还有一些这实况的对决直播，这边有一些直播对决可以来看看这个游戏的玩法什么，所以其实蛮详细的。想要知道怎么玩啊，可以看人家对战。好，就把这个隐藏版的福利分享给大家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官方认证啊 T0 最强的神角阵容。那这边呢 ，S 级 T0 最强的等级的话呢，总共有9只。那 A 级的话呢，总共有13只。前面应该就是比较需要就是练的，那后面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参考一下就好了。B 级就很多了 ，B 级这边有23只。那 C 级、D 级后面应该就不太需要考虑了，主要练比较强的。然后我们看一下 S 级的 ，S 级有这个 Byron。哦，很帅。接下来，这个 Fodrin， 这个山猪啊，好，这些还有这个盗贼，哦 ，Pyromancer， 这前面都是还蛮强。Harpies， 这个是女妖，飞天女妖。好，地精。Earth Elemental， 它这个网页毕竟是英文的，没有特别翻译啦，所以大家就先看到，因为它有图案、有角色嘛，所以你看的应该也知道啦。Huntress， 那英文能力不要太差，应该也都 OK。Huntress 它的速度还蛮快的。再來是这个蛋，这个小龙蛋，小龙蛋主要是 Flying。飞行的，他这边有很详细的说明啊，就是介绍说啊怎样怎样，但是基本上他已经帮你选好了，基本上你就用这九个是最值得推荐的 T0 的。那 T1 的话呢就不特别推荐啦，介绍 T0 应该就可以了，因为 T0 有九个，练这九个应该就 OK 了。好，这个就是官方认证啊 T0 最强的神角阵容，现版本最强的神角。好，就分享给大家。好，那进入游戏呢，前面有蛮精致的动画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吧？这个魔兽啊，他们前面的动画都还做得不错。那魔兽世界啊，魔兽争霸都是很经典，以前最常玩的就是魔兽三国嘛，就像什么拿什么张飞、关羽啊，什么刘备，有没有？曹操、张辽，以前旭哥还蛮喜欢玩张辽的，张辽，然后还有什么很多好用的啊，典韦啊。张飞和典韦嘛，两个都会全体晕啊，都很好用。
以前那些比较好用。那关羽就是那个旋风斩翼这边转转转嘛，魔兽争霸真的很经典。他们就是用这个魔兽世界魔兽争霸人物去改出来，这样有没有？那画面很可爱，所以喜欢这个魔兽争霸的千万不要错过。前面的动画也做得蛮精致的。那人呢？像以前那个张辽，就是那个什么盔甲兵，丢锤子了。旭哥还会用那个孟德新书，丢完锤子再用孟德新书电就可以收头了。好，这还蛮好玩的。还有什么像什么残兵啊？有没有服部残兵？那我们进入游戏了，来看看玩法。玩法就是放置型的那种塔防的玩法。就是有动态版的炉石的感觉。我上角色，我上会飞的好了。哦，它需要消耗黄金，所以我们必须要黄金累积。黄金其实就是能量了。来，大火进攻喽！飞的，应该可以推过去了吧？好。胜利！终于把这个锤子哥干掉了。来，按腰师了，我们这不是张合吗？张合就丢那个毒箭，这是张合的模组啊，笑死！好，我们的这个食人妖，好来挑战金牙，金牙哥。这个 Warcraft 这个魔兽啊，真的太经典了，当年真的是红透半边天，应该没有人不玩的。魔兽三国什么，还有信长有没有？魔兽信长实在太红了，然后又有这个 M L R P G 魔兽世界，什么巫妖王、阿萨斯啊，有没有？我那个时候真的太红了。放，大火进攻喽！也派人去采矿啊。哦，它这边有一个矿坑，所以采矿可以快速的提高我们的这个资源。开翅膀。大火进攻喽！那是可以直接炸，是不是？矿工，我可以上在前面，上前面比较有效率啊。大火进攻喽！冲冲冲！大火进攻喽！来，来上去喽！啊，轻松获胜。玩法就是这样。